然后在台湾社会人的偶像啊，也是戴爱玲的偶像啊。不是朱大哥，我来台湾的时候你已经跑路了。好，那个宜君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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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这歌你刚才唱点外钟呢？几分钟？哦，这就唱新加坡的。哎，那你哪行的？来自新加坡的。对，永邦。永邦。听讲你个港公司也个一个来。有啊。我叫戴爱玲，唱歌超好听的。迄个歌我还佫较爱听，对，真正好听，对。来，掌声欢迎戴爱玲。朱大哥好，宜君好，永邦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戴爱玲。赞。安怎？袂歹吼。歌好。阿人咧？男普通。马水。爱讲水呀。你来讲讲普通啦，人高级高级。这唱歌甲讲话个性无同咧。你感觉伊唱歌哪？讲话啥？见面两句就走出来啊。什麼意思？我就讲瓜赞，你讲瓜赞。阿郎，阿郎呢？你跟你讲水。我是看到朱大哥很兴奋哦，因为小时候就是常看那个朱大哥的录影带嘛。哦，对。然后坐客运回家的时候也都是看录影带啊。你是咱在台湾社会人的偶像啊，嘛是戴爱玲的偶像啊。不是朱大哥，我来台湾的时候你已经跑路了。这个您港公司的，不是，好朋友，不是，您港公司的，不是，不是，连刚哥也讲一下哈，哦，这你已经不在了，哎，啊，人家讲实话，永先生，哎，不是，永先生，永邦大哥不在就千古了呢，对，不啦，伊较高义啦，他比较恭维，艾琳就是说。他以前啊，一直看你的片子，看很久，然后没看过真人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今天看到朱大哥本人就觉得，哦，还是这么 N 导啦。哎呀，本人更帅。所以你歌好听就在这里，你现在在讲话就是在唱歌一样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他看到你又会唱歌，人又漂亮，又会说话。我一出戏为了唱歌的不同。对啊，歌要唱好听，真的，对，当歌星，歌绝对要唱好听。啊，阮公主啊，你要了解迄人，对不对？听歌是偌可怜。好像老人家在碎碎念。没有，你的赞美我，谢。你家里是很少老人是吧？我家没有人敢这样碎碎念，因为我是公主。哦，公主，台湾族的公主。对，她是公主哎，我忘记了。对，公主很大呀。你台湾遐对？台湾族，屏东的台湾族。屏东哦，我就知道。伊今日看到你特别活泼，是因为刚刚很有亲切感。今天还觉得不够活泼，因为看到朱大哥觉得有点心会蹦蹦蹦蹦跳。然后我觉得朱大哥非常适合去参加我们的丰年祭，为什么？然后被抬轿这样一定很酷。可以？为什么抬轿？就是只有桐木才可以，你知道被抬轿了。但是朱大哥去的话，好猪肉，好山猪。那朱大哥去我们部落里面啊，要帮他取名字啊，山地名字。哎，他可以取什么名字？我想到两个名字，就 Lily 跟 Bubbly， 就是 Lily 和 Bubbly 呢，就是。Lily 就是猪嘛，一般的猪。Bubbly 就是山猪。反正我都是猪就对了。啊，你不是猪大哥吗？好了，既然这样子，我给你一个振奋的，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好，什么？你要不要看电动马达？电动马达。哦耶！他吗？电动马达。电动马达，哎，谁呀？谁呀？是你吗？谁呀？我们这位公主啊。他。哦，你要表演电动马达？为什么会变电动马达？哦，电动的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。什么叫电动马达？好。只有我一个人哦。啊，不然嘞？你跟我一起啊 ！Come on！ 嗯。Come on, shake it, shake it, baby now。哎，电梯几对？电梯几对？那也不怪电梯。撞在屁股里面啊！那你舞蹈基础不错哦。但是你刚才那一段不错，再一遍。你不是垮着了？里面有肉吗？你猜什么羞啊，公主？哇！很棒，真的很棒。那个原住民啊，以后你假如是开演唱会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摇屁股吗？对，快歌。间奏的时候你就这样，啊，就不得了了，观众会晕啊。如果你来看我的演唱会，我就一直摇，一直摇。啊，那就看着人会这样，看着人会这样。你看我们艾琳啊，
那歌就红诶，阿布够高跳，阿姆可惜从出道到现在没有红到人呢。几年前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道啊 ，MV 也不是我自己演的，然后大家对我的印象就很浅，然后也少上很少的电视节目，所以大家都不太认识戴爱玲长什么样子了。所以戴爱玲是有实力没有运气，对，阿尼玛赶快有实力没有运气，有实力。朱大哥，我教你，你就教我讲。哦，他有实力没有运气，对不对？我有实力，你都拿出去。你要这样讲，太意思了。奇怪，他红不红关我什么屁事啊？讲到我有，你怎么这样讲？没有，我不是讲你，我是讲他。哦，讲他，我是。哎，你怎么是这样讲？哎，没有，我是讲他。没有没有，朱大哥，我教你一个年轻人的玩动，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好，这很简单嘛哈。你看这个钱嘛哈，你如果变会了之后呢，你就有运气。哦，对，这很简单的。我刚才跟小美没玩，你看哦，先拿着，我看我手没东西嘛，然后放在这里，好，吹一下，好，再吹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变。哎，啊，怎么变到那里去？这很容易耶。你刚才在整笑呀？你这个钱，我告诉你啊，变魔术不可以在我的节目里面。哦，我告诉你，马上漏气了。哦，是，我专门在变的。真的吗？你也会？也怎么都在一家嘛？啊，叫你分一个手安尼，就拉过去一家，拉过去一只手啊，啊，这他们家在扛嘞，对不对？那周哥，你们1000块，我变给你看。好了，1000块。没嘞，没1000嘞，来，你注定你要1000没。1000减下1000，越大张越好，是。好来几千好，哎，我变这个，我变这个很厉害哦，非常厉害哦，大家鼓掌一下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变魔术啊，这非常厉害，我把这个钱，哦，变完了，谢谢，你不要空空啊。这台车拢是呢，你个等下李署长怎啊硬去用？哦，提起行啦。哦，是。您别变魔术吗？还有叫变魔术的。哎，错了啦，应该是换另外一张了。好了。我诸葛亮眼睛哦，看了60多年，第一次看到好烂的魔术。看明是诸葛会笑，诸葛会射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《明视诸葛会社》。